我们都是团队生活长大嘛，其实我们到我们最后面，其实也没什么很感动的人当室友。我的生命当中几乎都是跟别人一起住的，所以我还蛮习惯就是旁边有人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一直都是住在家里，就是没有跟朋友团体生活过。 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同哦。早安，早安，好香哦 ！Hello， 你跟我外观跟我跟里面想的不是这拖鞋，这拖鞋完全，我已经跟我脚不合，是不是要买一个新的？啊！抓！抓！有病吧？是你，请不要这样子。你又希望是遇到认识的还是不认识？当然认识的比较好啊 ，Hello。 哎，平浩啊，我要平浩！哎呦，你也来啊！我发现好像我们是不是要很多人睡一起？可能要睡一起，你会担心吗？一个是一间的，一个人的。我没关系，你会打呼吗？不会不会。好，他会。我会。他刚说，自己承认。等下会不会还有人来？会啊，应该有来了。还是我们下一个人，因为你刚下我。弄啊走。你太急急军。走啊走。走走走。 你带什么？因为我不喝酒，所以我一直摆。不喝酒了，太久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每天都在吗？不是，我是你们这次的体能教练。什么体能教练？早上有运动吗？没有啊。我刚刚有看了一下环境，这边很好野跑，我们要可以开始跑步。好突然哦！不是，你们有在运动的东西？家里是不是来秀节目了？ 应该要先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。不过你好，我是王子，我在红队，我们的队呼是瑞凡。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因为什么要说？这集我们队最帅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挺好，挺好。然后我就总冠军。最缺的，郭哥，我叫君伦，然后我也是总冠军。哎，打开水波了。哎，没有，好，一二三。郭哥嗨，也是总冠军。哦，那今天晚餐要吃什么？对啊，晚上先讨论几个。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海苔配饭很容易。海苔配饭好吃的，我觉得很可以。大家要先过一下。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在全明星集中一起。我们家吃饭都会有一个祖传，但是从我奶奶，我们每一餐基本上都有那个蛋，就是。 酱油炒蛋，我来煎一个祖传蛋，好啊，祖传蛋，我们今天有一个一颗就好了。平常没有在弄的，你不用弄的。哦，平常没有人要就来这里弄啊。啊，你请问你是加油了没？当然了，难道油不够啊？够了。因为这种蛋就是要有很多，够了。这颜色很特别。对啊，没吃过。哎呦，哇，很丰富哎。哎，小心。 我自己看他拿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很怪嘛。在那边硬要弄，但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一些他平常不愿意做，至少跳脱一些舒适圈。我们这个是鹿埔村嘛，我觉得还是要拜码头一下。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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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考验腰力了。好久没有这样下田了，很累呢。这样涌泉吗？涌泉到这里，拿住下巴的烧这里，帮他烧痒了。阿内啊，烧痒，烧痒了。阿内就好，入会期。你真正的是阿内就好。